我有份，我都有份，我哋都有份。新嘅智能身份证梗系会预埋你。入境处流动应用程式升级咗啦，而家除咗上网或者打电话，用呢个 app 都可以预约办理多种身份证服务。你识唔识用先？好易啫。揿去你需要预约嘅服务，同意声明之后，拣翻适合你嘅申请类别同申请人数，再输入申请人嘅个人资料，仲要设定一个四位数嘅查询代码。之后查询或者更改呢个预约都要靠佢。输入验证码之后，就可以拣申请地点同时段。预约前两日个 app 仲会提醒你，咁就唔怕唔记得啦。睇清楚填写嘅资料正确，确认埋就搞掂啦。系识用喎，不过预约完就梗系要填埋表先啦。揿一揿绿色开始制，就可以喺网上填埋申请表格，唔使去到先填，咁就可以悭翻啲时间啦。如果预约嗰阵真系冇填表，又或者发现有资料要改，都可以入翻个 app 度做翻噶。预约嗰日我自己去，不如你同我印翻啲文件出嚟啊。唔使印噶，预约当日带齐所需文件，喺个 app 度揾翻你预约嘅 QR code 就可以攞走噶啦。呢个 app 仲有其他用途，大家可以去 smartid.gov.hk 了解更多。快啲下载入境处流动应用程式啦！新智能身份证，见证新时代，稳步创未来。